人呢？他们将后悔与我为敌。死了吧，这还叫啥？还行啊，赚个闪现呢。凌驾一切的战力，不让他清兵，他就会很着急。哥们想去断线，这个先控不了。已经在这个位置了，我要是控线他就断线了，这线是断不了。从不后撤，大概率是这样。我操，中了。来者不拒啊！反正把我们中单秒了，这就是电刑的威力。电刑直接把我们中路给电死了。我将死战不休。我怎么感觉伤害不太够啊？算了，我自有安排。保持警惕。掉个闪，掉个闪，掉个闪！这扛线要死。闹、no ！黑诺手都说话啊！诺手黑子说话啊！诺手怎么就不行了？老诺他没毛病啊！你这就是硬要断线呗。那来吧，你怎么断？我开疾跑，我是断不了一点。不给他断啊，给他断一下，他能断很多波。塔皮吃一下吧，再跑快一点，丢！要把我背到塔下，然后我往后退了一下。没拉到，可惜。
他有闪的，他躲个闪就不。难道是没闪？又没拉到，怎么老是拉空气？这老之前把我一骗出来了，不走不走不走，空线空线。我追不了了，我追不了了，你别追了，别追了，别追了。直接给大可能会好一点。能过去吗？追不过去。帮我帮我帮我，杀完吧杀完吧杀完吧，我闪现有个灵光披风的加速啊。还是很难赢的，我将死战不休。再 A 一下防御塔，哎，不争气的东西。还两分钟呢，不着急，先发育吧。应该出蓝盾，出蓝盾有什么用？出蓝盾也没用啊。作用很小啊，这下就扛不住伤害，你出什么肉装都一般，作用不会很大。你退你退你退，嗯，我不跟你。懦弱之举我绝不姑息。他们要越我要 TP 救我一下，杀出一条血路，
哇，这焚天吸血可以啊，没问题的。多亏了这个焚天、啊。一波把对面打点了，也不是 C 不了，你看这把不就 C 了吗？